适合所有人群的一个打底，脖子粗脖子短脸盘大，特别特别适合，面料也很高级一点的话就穿杏色，很温柔的一个色，这个面料也很好，就比较亲肤，感觉它是毛衣，不是毛衣，混纺的，面点看起来瘦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跟这个小立领是有关系的。这个漆特别显得脖子细脸细，你如果想显瘦就黑色，